黄浩然同朱晨丽呢日一齐出席《法证先锋四》嘅宣传活动，提到剧集转眼就进入结局篇啦，大家都觉得好唔舍得啊！因为估唔到咁快完咯，系啊，好快真系。同埋即系我哋都合作咗咁耐，我都、哇又完啦，唔知几时会下一次再合作咁样啦。系啊，咁同埋我哋个剧个反应好好啦，咁啊收视又好啦，咁观众系中意啦，咁都其实梗系希望可以陪观众耐啲，咁亦都。在播出的期間我們有很多宣傳，大家又可以聚在一起，都希望、大結局啦、可以真的可以聚在一起，還有小星姐，最重要是小星姐一起去看啦。最近多了時間在家，豬豬就自爆自己沉迷看韓劇《愛的迫降》，連這天的造型都是參考劇裡面的女主角孫藝珍的，大家又覺得似不似呢？你看她今天的造型就知道了。我平时都是这么打扮的，我平时都觉得是那个剧里面的主要的那个女主角啦，负责温柔的那方面的，温柔贤淑啊，对啊，就又很可爱又漂亮，没有了，就对，最近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真的，我很乖，我每天都在家里面拿外卖，也是这样子伸个手不见人家的那样子拿外卖，多点时间留在家陪一下家人啊，陪一下猫猫啊，宠物啊，我觉得这还是蛮好的。